the task force behind creating the groundbreaking Incelligence technology. As a medical doctor with a doctorate in nutrition and the writer of many peer-reviewed publications, Dr. Tian brings extensive clinical experience to the table as well as profound experience in nutrition. Dr. Jeremy Tian.先进营养品的产生是建立在科学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和许多其他学科的交叉影响，使得现代的营养学有所突破。在着力创新的与上啊。 我们对健康科学的探索不仅仅局限于前后几百年的时间，我们着眼于世界各地，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历史，特别是传统中医学。几千年来，中医对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悠久的历史使我们对中医的疗效确信无疑。只是我们所需要面临的挑战是这些疗法没有实现现代产品所需要的科学验证。设想，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将这种古老的智慧与我们先进的研发程序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弥合传统中医和我们在友商的工作。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样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产品？让我们通过中医宝库项目来看看什么是可能的。 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尝试，其潜力是我们可以开发出各种独特的营养产品。 数千年来，世世代代人都相信中医，我一生都浸淫在这种文化当中。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我的家人会那么依赖？传统中医学的基础和现代医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中医学并不是减轻治疗症状，而是采取整体的治疗方式，也就是身心灵，那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围绕期间，那是气的运行。几十年来，不少人已经付出很多的努力，将中医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现代医学连接起来，但结果却是有限。那么现在，友商正在采取一种新的办法，将这个巨大的健康知识的宝库来打开，其关键就在于 Incelligence 技术。 由于和在中国大学里的特殊的伙伴关系，友商呢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中草药的数据库，里面包含了数千件的中草药的细胞靶点的信息。通过这个数据库，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中药具有激活某些特定功能的靶点的活性，以及哪些Incelligence的产品。 可以结合到传统的中医上面来，灵芝菌体、灵芝菌实体精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是一个友商的产品里面结合了中医学的很好的例子。这个产品不仅具有通过免疫细胞功能来促进免疫力的功能。 同时，我们知道它含有中医理论上补气的成分，比如说灵芝，特别是和免疫力有关的胃气。那么，我们在探讨未来性的概念性的未来产品的时候，我们要问
哪些正在普遍使用的营养成分可以用传统的中药来代替，这样形成的产品能够具有很好的相同的好处，而没有不良的副作用。这正是我们最近运用中医宝库这个项目概念产品概念所要做的。我们想要每个人都想要有活力充沛，那么我们看。 提升醒脑的一类产品，咖啡因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成分，它确实有它的作用，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咖啡因也有许多不良的副作用。由此，我们开始着眼于激发大脑活性和身体活力的细胞信号传递路径，同时，我们将我们的研究和中医书籍库链接起来。 去寻找激活相同路径的低咖啡因或者无咖啡因的替代产品，用中药来替代。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开启了 Insanity 技术应用的一个新的篇章。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了产品的原型，并将开始做质量测试。 评估营销的可能性和进行临床试验。中医将不再视为传统的一个传统宝藏，它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它能够引导Usana研发团队去开拓多个新的领域，比如开发更多的注重整体性的健康配方，或者。 识别更多可以促进健康的细胞信号传递路径，也许这样甚至会增进我们对古老的气的概念的理解。我们这里所要进行的是将历史悠久的中医疗法结合到严格的临床验证上面，是将现代医学的进展结合到几千年的古老的智慧上面。 与三大大家庭，中医宝库项目的潜力如同中医历史一样的深远。我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这个新鲜的话题，一个令人激动的革新项目。谢谢各位。 Also known as TCM, that can be elucidated by modern science. 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t's beautiful. It's where East meets West. It's where ancient meets modern. And I'm certain there's a new gold mine of products where these two roads intersect. Next, I'd like to introduce our future lab scientist, Dr. Rachel Brewer.